我有话要跟大家说。师傅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。我明白你们大家的良苦用心，你们是担心我受不了落差感，对吧？但我要告诉你们，其实这几天我过得非常开心。他一个富二代，怎么可能接受这种生活？以我对老板的了解，他是绝不可能咽下这口气的。 他现在肯定是强颜欢笑，不能让温总再这样下去了。温总，这段时间您带着大家工作都辛苦了，我作为餐厅的中层管理者，我提议大家出去团建一下，我们去 KTV 放松放松。KTV 也好，以前从来没有和员工一起团建过，或许这样反倒能拉近我与他们的距离。好啊，那就照你说的做。不过你就不能去了。 保保准。好好，那我一会儿先回去，你妈玩的开心，玩的开心啊。嗯。老板，老板来。 喝酒杯，醉生梦死就喝。开始下雨了，开始想你了，某些情绪开始脆弱，才晓得曾经拥有过。 才会难过，越是深刻就越不舍，认了这结果。这没喝几瓶就醉了？你要走了？不行，再不醉危险了。 是你危险还是我危险？妈妈没有告诉你，那孩子在外面也要保护好自己吗？当然是你危险了。你一个女孩子，这深夜孤男寡女的，万一我做出什么对不起你的……哎呀，你什么都不做才对不起我。小柔，我们不能这……不能怎么样？不能这样。 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回来了，我想等你回来，跟你说说话呀。你是不是担心我啊？担心我心理落差大，接受不了现在的生活？你要是心里难过的话，你就跟我说，千万不要憋着啊。我不难过。其实今天是我这辈子以来最轻松的一天。 你就别演了，咱俩谁跟谁啊，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你不要再逞强了。我没有逞强，你想想啊，平时这个点儿我都在干嘛？跟股东开会和客户吃饭。对啊，所以今天我头一次不用开会，不用担心这个项目那个项目，我是真的很开心。现在的生活呢，就是我想要的。其实，在认识你之前呢。 我从来都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活过，包括我的童年。其实我想要的很简单，就是像现在这样。像现在这样？就是像今天晚上这样，你留了灯，等我回来。
哎，你别这样，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总是要面对的嘛。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没控制好自己。我爸从小就教育我要尊重女性。你要干嘛？那我就用这个先代替，我这辈子认定你了。爷爷病危了。